五月天的师弟魔幻力量来到香港参加音乐节，今次是他们第一次在香港和其他乐队同台演出，而他们就说很开心可以见到太极和 Mr.应该会好好的把就是属于香港的 live 乐团好好的把他们的表演然后他们态度记在我们心里，会跟台湾的朋友分享。对，我们其实到香港也还没有很久的时间，然后希望说可以从比较小的小点场地开始慢慢唱起来，然后对累积更多人，然后再有机会可以开比较大的演唱会。太极的吉他手 Joey Tan 和主音雷友辉出席这个活动的时候和其他乐队 jam 歌，而太极现在就忙着新碟的工作，希望能够以新碟回馈乐坛。那就碟几时出啊？最迟都是新年，那新年有两个的，一个是鬼佬，一个是旧历，是的，是打一个啦，是打一个，已经赶工之中咁样，出咗碟先，做大碟太极，系我哋都坚持系做大碟嘅，隔咗几耐冇出啊？7年以上啦，哇，一只即系全新嘅大碟啊！